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杯子谁来陪？喂，大家吗？哦，放假了吗？哎，你是不累？你是早晨怎么倒呀？他怎么倒了啊？啊，但是为什么这些都说了？就是有其他什么家具啊，那个磁带呀，或者家具太辣了，太辣了。那最后还多保存在那里没问题。那个书我们以前家里，我那个爸爸他是教书的，应该有那个草的那个东西，不要。收了收了，那快都可以看，都可以看，都可以了。那我去找一下啊。啊，不行，找了好了，回去你搬家啊。好好好。这里有五百，都是草的。我可以看一下。但是有好多个。哦，以前有好多，收那个那书收走了，收走哦，我买成就是便宜卖走了啊。那里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哪里？先拿着我一本的给你看啊。我老爸，胃口学院哦，这个是幼书嘞，这个你爸爸以前是搞医生的，啊，是教书的，那是医生也会了啊，他写的写的写的不详细，这个是幼书啊，这个我看一下啊，都是抄的嘞，这个都是抄的嘞。挂写整齐，他写可能是抄别人的。啊，这个别人的，他会哦，我老爸会看那个这个嘞，看干净的。粉色，看粉色哦。看干净的鞋子。哦，看花的鞋子，这个都是看吧，是不是？看吧。啊，这个都看。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书还可以啊。他这个也是。这是登海鸥词，这是应该是什么书？我也搞不清啊。这个呢，也都是一般。啊，这个也多少钱一本？这个很贵哦，这主要是写可能哪里买到嘞？哪里买到？你这里是稀罕物嘞？稀罕物到你要小卖的话都多少？你要还价格讲一个价格了？我们昨天说好愿意想买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花在家里。那我还是花到家里吧。花家的。嗯。你要价格我们好谈了，好说了，都是老人留下来的。这我们价格都好说了，反正价格合理，价格合理。你不是还有的话，你都可以找出来。我现在价格给你出高一点的话，啊，价格出的高一点的话，哪个去找的？我就是在这五边了。哦，这以前这个好像我舍不得嘞。舍不得，要交一下价格了。都是好的嘞，都是干老的。我知道，这个月都收钱了，交一下价格了。那你至少也拿两万块吧？两万块钱这么贵啊？啊。那是，收一点了，这狗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嗯，好的啊，那舍不得，起码一两万，那要，好了，谢，不讲，还有没有其他了？我要不，其他的东西，那个，修一下啊，嗯，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坛子，哎，坛子，那是古时候的，可以拿给看吗？拿来看吗？哦，看看，好了，先拿来看一下。好不好？讲下次交呗，先下次交啊，这个没问题啊，不买生意不如才行，你猜啊？找一下啊！好的。坛子嘞？哦，这个坛子可以看，可以看。哦，这个坛子，盖子的没有盖子的。盖子找不到了。这找不到了啊！找不到了，可惜有什么这个大有盖子的话也很好，可惜有什么。Okay, 这个也有年代了。是一个月，应该也很贵的。这个有一个100多年、200年，这个价格也怎么弄？啊？价格也怎么弄了？100多年、200年，没不止吧？只有100多年、200年，那个应该是一个清末时期的，一个清末的一个，或者是什么藤制啊、国序啊，年纪的。那个搞么硬的的？这个没有字的，那个是没有字的，这个我们认识的。是一个粉彩的什么怪啊，灯光光啊，西光光啊。哦，这反正天我们老人教这个也很吃钱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吃钱。这个你说一下的价格了，你这东西是你的。啊，你们说是。我给你去个两千块钱，卖不卖？哎，便宜的吧？都舍不得。还加1000块钱喽，3000块钱这么高啊？太高了，太贵了点嘞。没事了，反正。你好的嘞，挺好的，是的，我到这我也有真心了，到这我也谢谢你，就说到这不卖了，我反正怎么说呢，啊，那个坛子多的啊，那个书都是什么？
输了你以后找出来钱我买东西，到时候你需要卖的时候也可以找我啊，要不我等一下拿个名片给你。好了，这是了，2600块钱，2600块钱，你昨天可以就卖啊，来到了啊，好，感谢啊，好来啊，我给你个名片好吗啊，以后有机会呢就这一辈子谁来陪，渺渺茫茫来都去找一些了，那边都找到了，等价格到时候我们再说，我们可以联系了啊，下面你想卖的话打我电话了啊，今天呢又在一个嫂子家里啊，收到了一些好的宝贝，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藤制环条啊，全部齐有生死的一个多面可以搓的一个盖罐啊，所以呢只是缺了一个盖，真正因为缺盖的话这个是可以双袜的啊，反正皮鞋也好，包括他的花灯呀，他的钥匙呀都是很要的，这个东西啊是说简单乐啊，但是呢他家里啊全就是有很多书呢，他又找到了五本书呢，都是一些少数嘛，也是有价值的，但是把价格东西也还在接得高了，所以我也没去拿什么给他去装呢，我又看到了他的那个手册的那一个那个校书啊，或者算卦的啊，还有那个医书啊，就那个书啊是应该是读的少的，那个纸应该是有价值的啊，我下次还要花点精力啊，多带点钱就去看能不能拿到他的那个好的宝贝啊，还有因为那个书是很值钱的，所以我下次有机会还可以继续去找他啊，感谢大家观看。